网上严选家的猪肉脯来活动了，姐妹们啊、哦！之前5.9一包都已经够划算的了，现在直接给咱们卷到4.59，到手发一大包，里面是这样的30小包，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跟鸡肉，里面添加了全蛋液，还有鱼露，还有芝麻，特别香，大豆拉丝蛋白，吃起来就是浓浓的肉香，它是这种蜜汁口味的，吃起来是带着一点点小甜感的味道，特别好吃，是这样的30小包，一包里边是这样的一片，里边是这种整颗的黑芝麻，你嚼起来就是那种浓浓的肉香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可真的是高蛋白小零食了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，4开头，4块多一大包，里面30小包。我记得前几天还卖5.9呢，现在直接又便宜了1块多啊！爱吃小零嘴的，我爱吃这种肉脯的，你拍上一下，你尝尝吧，又好吃，那价格也是真的合适。你像咱们平时在同城邮一个快递还得10块8块的呢，这个真的就是咱们出快递费，厂家出肉脯，咱们来一个愉快的合作。主要是它真的挺好吃的，姐妹们。它要是便宜它不好吃也就算了，它主要是它还便宜它还很好吃。它吃起来不辣，就是浓浓的肉香带一点点小甜感，这是老人孩子都喜欢的那种味道，尤其是女生啊，我觉得会很喜欢这种味儿，就是越在嘴里嚼那个肉香越浓郁。很好吃，姐妹们，爱吃点小零嘴的，或者这种咸香的这种小零嘴的，你拍上2单你尝是吧，好吃，主要是这价格也太合适了。